对呀、啊，作为一个男生，他的皮肤又白，嘴唇薄，眉毛也很淡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嗯，不过啊，别看他整天嬉皮笑脸的，其实内心特别扭曲，还有点变态呢。啊！闭嘴！他才不是那种人。我们说的是杂志上的这个人，你看他长得像杰伊吧？嗯，展杰西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浑身都不舒服。杰伊同学，这份表格给你。顺便转交一份给展正熙吧。你直接给他吧。你以前不是抢着给他吗？交给你了。考什么？展熙熙。哎，展一，我帮你拿个表格，你过来拿一下。今天我值日，放学了可以等我吗？你知道我会等你的，对吧？那谢谢你了。你这么客气，我会很不习惯的。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当然。